好，我是 Veronica， 是 Pilates teacher。今天会介绍几个收紧 Pat Pat 的动作给大家嘅。咁 Pat Pat 肌肉咧，其实除了可以靓啲之外咧，咁亦都可以减少你腰骨痛同膝头哥痛嘅。